关心棒球消息，世界棒垒球总会在台湾时间8号公布了2023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的预赛分组名单以及比赛日期。其中 A 组台湾将以地主的身份出赛，跟荷兰、古巴、意大利，还有一支从资格赛产生的队伍来对战。比赛将会在2023年的3月8号到13号在台中洲际棒球场登场。本届的预赛分为四组，其中包含上届的16强队伍，另外每一组再加上一个资格赛晋级的名额，分别在台湾、日本、美国的凤凰城跟迈阿密来进行。各组的前2名将可以晋级8强复赛。我是林奕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